Hello，Hello，咁啊，欢迎翻嚟 LEGO City 啊，咁啊，6月4号嘅，仲有一条6月新品嘅片啊，咁啊，应该之后就去到10几号先拍噶啦，咁但系 LEGO 嘅旅程梗系未完啦，6月4号仲有两条片要拍嘅，因为两条旧嘅 LEGO 我中意砌咗出嚟，可以介绍下，咁啊呢盒就系 City 入边我都比较有兴趣嘅6盒 LEGO 入边其中一盒啦，咁啊之前已经介绍咗呢盒 City 噶啦嘛。好似系哦，有冇讲到？唔知咁啊，总之我哋睇一睇说明书先啦，好冇？啊有啊，讲咗嗰个西斯烟笔啊，啊即系赚啲嘅成皮啊。咁啊，说明书方面咧就比较大盒啲嘅，大本啲啦。咁啊唔系好大本啫，咁啊比起一般就再收长咗啲啦。咁啊，佢后面就有讲呢一期新出嘅 LEGO 啦。咁我哋西斯烟讲咗，而家呢个讲呢个啦。呢兩盒我都係想介紹，因為呢兩盒都做得幾唔錯，尤其是呢盒啊，高度評價，高度關注啊。跟住仲有盒單攤嘅 tram 嘅，嗰個就係啦。但係呢三盒都要我等我翻嚟由香港翻澳洲嘅時候先至介紹，所以到時候應該就冇曬啲流量嘅，啲人已經睇曬啲新啲人其他人出嘅啦。呢盒我話係近期 City 嚟講係比較有 detail 嘅片 ，detail 嘅 set， 同埋佢係。好为贵啦吓，喺 City 呢个 line up 嚟讲嘅话，即系而家呢个越嚟越贵 ，City 开始有涨价，咁我觉得一个细路仔玩嘅呢个咧已经去到咁贵，系好唔健康。咁但系话就话系8岁以上嘅 set 咧，我觉得呢盒嘢咧喺大人嚟讲都系会非常之感动。首先佢有3个 minifigure 啦，我唔特登 show 啦，其实因为呢度可以睇到啦，因为已经啲 minifigure 已经唔知俾我摆喺边度。咁啊，首先有我哋嘅工人啦，咁啊佢就一个凿地嗰个工人啦吓，咁啊呢个电钻咧，凿地嗰个电钻咧就上次介绍起重机嗰个盒咧就唔知有冇讲到嘅，咁啊唔知有冇，但我以前有一 set 系有嘅，所以系咯，唔系好新鲜嘅啫，跟住呢个就系佢哋个帽咧，就系连埋嗰个耳机嘅。我覺得以前呢耳機呢頂帽呢係同佢嗰個工地帽呢係分開嘅，即係佢可以壓落去做做耳機嘅，但係而家好似就變咗做一體化咗啦，我覺得係有少少退步，即係以前係可以就咁喺上面再加，咁但係咁樣會更加貼合囉，即係睇你點睇啦。咁佢有送呢、這個呢、這個咁嘅 LEGO tube 啦，其實我都有好多盒啦，我已經特登需要講。跟住有你嘅判頭啦，咁啊戴白色帽，咁啊都好明顯知道啲階級嘅關係啦。咁啊佢係一個橙色頭髮，同埋佢揸住磚藍圖啊。咁啊眼裏嘅觀眾你都知道個藍圖係咩嚟啦？呢、這個藍圖就係呢個 ice cream shop 啦 ，which is 我已經拍咗啦。另一套又有藍圖嗰個咧，就關我事啊！嗰、那個冇買到嘅嗰只啊，但佢有送到呢兩個啊，呢兩個嘅護欄啦嚇，同埋臨尾係有一堆嘅零件喺度，呢度啊一堆咁嘅散件，咁啊佢就仲有第三個 mini figure 就係坐呢、這個掘土機嘅人。嘅女士啊，我話呢度咧係好多好 detail 嘅設計，我係完全係非常之 impress 啊！不過65蚊咧，就對比起嗰個 Speed Champion 嚟講，我就覺得大家係咪值得用呢個價錢買呢？就唔清楚啦。我哋開呢盒先，我真係冇位分。OK， 咁我哋擺高少少啦。咁啊，順便就講翻之前介紹嘅雪地嗰個嘢啦，大家都有理解。但你都睇得出咧，嗱，雪地嗰個我都已經好高度讚賞啊！這個甩咗嗰個位，因為佢呢個位做咗啲弧形啊。但其實你睇呢度，呢個就係另一個層次啊。佢可以用兩個呢條件咁樣黐埋咧，都做一個非常之好靚嘅個外圍啦，同埋入邊有呢啲咁嘅網啦。我覺得係真係犀利，同埋佢下面個理帶嗰個。設計雖然都大致相同，但係你可以見到呢個係好明顯係更加 detail 嘅，即係我已經覺得呢盒嘅你帶呢個環節已經完成咗，
尤其是佢呢个360啦，因为佢有呢个好犀利嘅扣啦，后面呢个都系一个好犀利嘅尾嘅部分啦，啊，做得好靓。跟住呢度咧，啊，成个引擎盖又好啊，或者系屋顶嗰个位置，即系车顶嗰个设计嘅盖都好咧，好明显啫，呢个位置可以打开啦。睇下边有啲咩，睇下边系有 LEGO 嘅引擎啊！救命！我同你讲，即系 LEGO 咁多年嚟，佢即系终于都着重下一啲咁嘅 detail 位啊，尤其是呢个咁大盒咧，咁大个窿咧，即系摆引擎系非常之聪明嘅选择，完全系唔系喎，即系同嗰个 G631 一样系直直咁样扫一扫，跟住呢度有少少啊呢啲咁嘅排气位啦，跟住隔篱呢度就冇特别有一啲咩标咁嘅嘢啦，咁啊呢度都系，跟住开始就喺呢个位啦，呢、這个就系嗰个液氮嗰个位置。呢、这个咁嘅气压啦，嗰啲嘢啦，咁啊 hydraulic 嗰啲乜鬼嘢，咁啊当然喺呢个入边就唔系 hydraulic 啦，咁啊只系一个普通嘅伸缩个位啦，有啲阻尼咁嘅，咁啊呢个上面都有，即系我原本一开头去砌呢个位置嘅时候咧，我就心谂啊呢、这个位置佢又冇得喐喎，咁差评嘅，咁加上佢有个咁嘅网咁黐住啊，算啦，系差评啦，都唔系好差评啫。咁但系佢都一见到呢个位置，哇 ，OK 冇嘢啦，呢盒嘢系 OP 嘅。咁啊呢个位置又系咁样改咧，后面呢个捞啊，匿啊，接乜鬼嘢铲啦，就系咯，又有个位置可以咁样改喎。佢系可以咁样啦，亦都可以一路去到呢个位置。跟住呢就可以咁样改，咁成件事就系点样讲啊？太多机关玩啦，哇！一个细路仔玩呢个 set 已经系正，根本唔需要玩而家即系嗰啲好大盒嗰啲三岁细路哥嗰啲玩具，呢盒已经够玩。跟住呢度有个网啦，咁样吸住啦，咁要开又有啲麻烦。跟住有个控制器个位置啦，系啦，咁啊成件 set， 哇！真系又系一个可以摆 check display 嘅位置。咁啊 LEGO City 都需要系呢啲嘢做。做呢、這个帮忙啦，即系令个 city 更加真实啦。但系就咁拎出嚟，其实都已经好好咁样去做 display 啦。所以我期待之后所出嘅 city， 咁啊同埋都会好贵，所以我唔知啊。唉，暂时就介绍埋呢条片之后，我哋就讲翻啲旧嘅 set 吓。咁啊，你下集再见，拜拜。